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的艺人朋友呢，我们来邀请的是我们的哇辣妈刘雅伦小姐，还有小朋友也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Hello， 你好你好，来跟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好，大家好，好了，我们的辣妈来，小朋友要打招呼吗？来，说我是。来，我是爷爷。Hello。Hello， 你好，他平常也是都是巧虎的粉丝。对，大概从一岁前就开始看巧虎吧，是一岁差不多。是是是，除了生活技能之外，里面有没有什么角色他自己最喜欢的，是印象深刻？你想看到谁？你想看到谁？琪琪。琪琪，哦，喜欢漂亮。对。因为已经长大了。啊，对对对，那是好，长到漂亮。妈妈跟这个女儿之间，平常呢生活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说有关于巧虎吗？巧虎他教了，巧虎教的东西很多。他第一次抢走他自己的碗，去吃饭。他说什么？巧虎说自己吃饭，因为他是一个吃饭很让我一直很伤脑筋的小孩。是是是。对，然后再大一点，他有一天说：“妈妈，不可以让陌生人碰我的身体。”我说哪里？他说嘴巴、胸部、屁股，还有下体。不要摸，哇！巧虎教的好快。我听到的时候我吓一跳，我还想说是开玩笑的吧，然后。我就说那这四个部位分别是在哪里，他就比给我看，是是是，然后他说，我说是谁教你的，他说巧虎教的，所以保护女孩子，我觉得巧虎这一点让我非常的佩服，非常好的老师哦，教非常非常多。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巧虎里面有什么很好玩的故事让你觉得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他教过你什么让你印象深刻？最喜欢跟巧虎跳舞。哦，跳舞，他现在改跳了。他现在应该会害羞。会害羞。那平常他会不会跟你们用，跟妈妈的悄悄话啊什么的，他有没有说过什么话？没有吗？有说有什么悄悄话？你有没有说悄悄话吗？没有，爱的悄悄话都没有。哦，是啊，好。没有关系，但是呢，今天也非常开心的，你们来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首映会来看我们的电影，你很期待对不对？很期待。好，我们待会就会在这个里面呢见到巧虎，巧虎待会也会到现场。好，一样的，我们来拍张照片啊、哦，我们拍张照片，来麦克风给我。好，我们先看正面哦，我们先看正面。好，右边。谢谢，好，那我们的左边的朋友，